平安，很开心在这里看到大家。然后我在想，大家来到这里之前呢，一定是脱去了或是放下了很多你在这个礼拜，不论是课业上，或是你的工作上，或是你生活里，然后你们遇到的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或问题，然后来到这里，然后就是为了来重新得着力量，对吗？对吗 ？Hello， 好，所以呢，好不好？然后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然后我们呢，一起来从神这里得到力量，因为我们相信他就是会给我们力量的神。然后他也是唯一会给我们力量的神。然后除了他以外，没有别的神。是我的力量，圣灯是我。
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再说我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，是因为你先舍下了你自己，是你不看我们的过去，完全地接纳我们。让我们以一颗单纯的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来敬拜他，来思想他曾经带你走过的路程是多么勇敢，多么值得感谢的。最伤痕有你抚平，赐我新生命，心灵的安宁。在世人眼中，我胆怯战兢，你话语赐我信心。当我抬起头，你不离弃我，紧紧抱住天哪，我美好救主阿爸父，带我脱离黑暗深幽谷，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，天父的大爱我无法细数，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，因你同行，在一路上保护，唯有你能使爱苦祝福永远心靠我救主。我们一起来数算他的恩典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。回想那一刻，曾被爱抱紧，一路有主的旅行，无数破碎伤痕有你抚平，赐我新生命，心灵的安宁。在世人
抬起头，你不离弃我，紧紧把我的爱接纳我。唯有你能使爱哭遍。
福，永远信靠我救主。我们虽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怕遭害，全是因为你的带领，在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你，更像你。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经历你的爱，经历你的恩典后，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样式。你爱你，我愿。
在圣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。